有鉴于最近天气变化大，民众在外面呢，在排队，其实大家也是很辛苦。我们就是提供热热的中药饮品，让大家暖暖胃、暖暖心。我们社区药局永远都是大家的最好的后盾，有关的政府部门也是大家最强力的后盾。这样提供也让大家更方便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是温暖。对对对，非常好，谢谢。今天我们到药局来，就是要给药师、药生、药局的工作同仁表示感谢。那政府不但感谢药师、药生、药局工作同仁在第一波我们实名制的时候给国人同胞领取口罩方便，我们还想是不是还有可以用更多的方法让国人同胞更方便买到口罩。所以又有 2.0 的设计，口罩 2.0 的第二轮也进行得非常顺利，这也要感谢很多键盘后的高手协助政府一起来做。现在这个第二轮缴会到明天，那到目前有10,000人缴会了，还有差不多70,000人还没有缴会，记得要赶快缴会。药局社区好帮手，加油。有政府，请安心。